庆祝台湾连续两天零确诊，你现在只要租共享机车，然后手机速度优惠码就可以参加两项的优惠活动。只要拿起手机 APP 速度利多 2， 就可以参加两项活动，一个是完成两趟骑乘就可以拿到骑乘金30，另外一个是购买月租方案就可以获得 10% 的骑乘金回馈，类似活动还有差。线上租机车平台推出医疗人员 GoGoLo 月租折1000，全台机车短租折100，餐厅跟饭店也推出折扣。芙蓉饭店庆祝台湾零确诊，民众在脸书留言加分享，寻找加零活动就可以抽联合住宿券。这样的确是比较正向，就是感觉疫情有稍微趋缓，然后就大家可以可能开始稍微向外走吧。美伦饭店也将原价7000的双人景观房不到3折就可以入住，优惠还持续到5月底。各界出招冲业绩，也替台湾加油。三立新闻张怀勋、李慧泰报道。